卖身契，然离又为的空水夜风曲啊，这个前面呢已经讲了，就是我们为呢就是贪欲，就是到这个什么就是赴他乡，就是就中年的是不见自己的这种亲人，就是这也是我们这个心里面贪欲的一种这个果报。那么现在在说这个有些人呢，就是也是为了就是自己的就是利益，就是冒得一些这个这个利益啊，就是不管是对这个财产上的贪执也好，或者是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妻子啊、爱人啊等等，就是这方面的这个贪欲。有些愚昧的人呢，就是将自己的身体也是这个卖出去啊，就但是呢，就是他得到的什么呢？就是他得到的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空手而归，就是一切呢就是毫无所得，就最后的话呢，就是随着这个自己的业风而这个漂泊在这个轮回当中，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怜。
活人呢自属啊，就活人自属省呢，人遂他自舍其其聪明残，黄角树下生。那么这是刚才前面呢，就是也是有一种人的这个状况。那么下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事件当中的有千千万万的人呢，就是为了就是自己的这种利益呢，就是甚至呢就是也是这个卖出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是给别人呢就是当这个奴仆。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只有这个就老老实实的就是做别人的人呢，应该就是服服帖帖的，就是别人有什么样的这种事的话呢，就是只有这个就是听着啊，就是你已经成了就是别人这个书中的一种工具一样的，就是自己呢一点就是人生这个自由都是没有的啊，就人生自由都是没有的，就是相当这个可怜的。人当中的话呢，真的是很多人就是为了就是贪欲啊，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也是不知这个分寸，就是已经这个太过分的去这个享受，最后这种这个果报的话呢，就是不受这个来世这个寄生当中也会这个出现，这样以后呢话就自己和会也是实在是这个没有办法的。因此我们这个尤其是这个学习一些佛法的话呢，就是尽量的就是对这个世间的很多的这种这个愚苗呢，就是不要就是特别的去这个细求，就是如果你因缘各方面具足的话呢，就是你可能自然而然会得到的时候呢，就是也不要特别的去这个欢喜啊，就是有些人呢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钱财地位名声的时候呢，高兴的不得了，就是马上要发疯似的。然后呢一旦就是这个就是掉落下来的时候呢，就真的是那个特别的这种可怜，就是最后自己呢就是也无法面对，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就是自杀等等，就是这种情况。其实学了这个佛以后，尤其是我们学习了这些真理之后的话呢，实践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沧桑啊，很多的一些这个荣华富贵啊，全部都是就像天上这个秋天天上的这个白云一样的啊，就是时而现现，时而这个不现，就是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固定和稳固性的。因此我们懂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在我们人生漫长的这个路程当中呢，我们会这个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欢乐的对境和一些痛苦的这种这个境地。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自己的有这个勇气坦然的可以这个面对。所以我们这个人生呢，始终都是就是认为是一种这个恒常的东西啊。那这样的话，当你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就实在没有办法的，就是
与其反复为求获梦生国，你上富江场为你陈永禄。那么我们实践当中的还有这个欲望极其强烈的被贪欲所激活的实践的这些渔夫啊，就是凡夫这个人的话呢，他们呢就是经常就是口口声声也是这样说的，就我这个为了这个存活，为了这个养家糊口呢，就是不得不就是做一些社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一定要就是打这个战争戏，就是打败别人啊，就战胜别人，然后就是像这个获得自己的利益啊，就是当就是这样来去操作。但实际上呢，就是为了就是自己的利益而这个奔赴战场，最后的话呢，就是恐怕自己也是这个牺牲在那里。也有一些人的话呢，就成为这个别人的这种奴仆。位于会上是火属尼格简火早断毛齿乃至火焚烧，就是那么就是有时间的很多的这个人就是也是这个为了就是贪欲，为了这个贪欲的话呢就有些呢就是已经这个为了这个女人，为了这个财产呢就是而这个丧失身体的，有些呢就是在这个穿在这个就是古代的一些那个歌就是是一个三件帽，就是这个三件帽上面的，有一些呢就是造出那个短毛的这种这个刺伤，甚至有些呢就是在这个火里面就是这个火火的这个燃烧焚烧，就是各种情况也是有的，就像以前中国四百论里面也是有关这方面的这个道理已经这个阐述过。我们实践的这个人们的话呢，就像就是为了就是达到就是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说呢就是以贪欲的这个支配下贪着这个一些钱财女人啊，在这样呢就是自己这个就唯有这个选择的情况下，就是开始这个奔波，就是。
那么最后一个宋称呢，我们讲那个助爱解脱的这个机会啊，就是贪着这个财物贪着人的话，那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对解脱很有障碍的。疾虎好金苦，饮止财度火，贪金换善身，脱苦药眼药物期。那么这个积累财产的保护财产，永就担心呢就耗尽这个财产，这样的这个痛苦的话呢就只有这个我们这个希求财富啊，就是对这个人也是这样的。但是注意这里面呢描述那个财产呢、啊、在秦有素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首先是有这个积累的痛苦，中间有爆火的痛苦，最后呢有耗尽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是这个所谓的财富呢是这个世间当中的一切这个祸害的来源。那么就是我们这里呢也知道，就是首先世间人呢就拼命的开始这个积累财产了一直就是向那个自己呢就发财，就开始这个积累财产。那么中间的时候呢就是去这个报祸，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呢真的是这个对财产的执着啊就是特别特别的可怕。世间上的话呢是不是除了赚钱以外没有其他的这个目标吗？我觉得是也并不是这样的。实践当中呢应该是有良心的有智慧的这些人呢，他希求的不是这个自己的利益，应该是去帮助这个众生，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可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实践当中呢真的是这个积累财产也是相当的这个痛苦的。最后这个报复的时候呢就像华智仁波切以前所说的那样，就是有一匹马呢有一匹马的痛苦，一只羊呢就是一只羊的痛苦，一条差异呢就是有这个一条差异的这种痛苦。这样一来就是真的这个积财了呢就是也非常痛苦的。最后那个就是很多人都好担心这个耗尽财产。
Bandarangara, Banna Sadar Dhan.